好，我叫阿 Tom 啊，咁我喺柏林大學咗一年度啦，咁我嘅樂器就係 saxophone 同埋長號嘅。大家好，我叫婉兒，我今年中六喺柏林大學鼓學咗兩年幾。我最後都揀咗Maya Miss 啦，咁因為佢本身佢資歷就好好啦，佢可以教研究級。咁我就唔使擔心話到一邊個某個階段就要轉老師啊咁，即係譬如佢會示範一段樂句，咁同埋我所吹嘅樂句，咁我會聽到會有差別咯，咁我就會做翻個參考。我嘅導師係 Rex 啊，佢平時咧份人咧都好搞笑，成日同我講笑嘅，不過教起嘢上嚟咧都非常之認真，一啲都唔馬虎噶，所以喺度學嘢都好開心。因為打鼓會叻過爸爸。Hold up, hey, all my niggas who be thinking we saw. 5 minutes later. 点解咁中意打鼓嘅？因为打鼓咧会打越嚟越叻，所以我中意打鼓。喺柏林学嘢好开心啊！耶、yeah!！你的老師是不是叫 Max Sir 啊？是不是 Max Sir 啊？是啊，你阿瑤啊？你老師叫什麼名字啊？ Max 哥哥。